大概是台山线117.2K， 然后东边啊就有一条道路，它上面写苗栗农工实习林场。好，那我们就从这条路啊进去。行驶900公尺到目的地，位于右侧。然后我们沿着这条路走900公尺，就会到 A 点。这边好像是一个峡谷啊，两分这个路打开山开过来的，过了之后大概在110公尺就到 A 点。好，正在抵达目的地，位于右侧，就在这个转弯处。好。好的，这个地方就是 A 点啊，然后这时候左右两边都。